多谢你。洪小姐，你敢想要出去行行？敢明要出去外口？不是啦，我意思是讲，你用伫病院内面行行，因为你即摆皮肤阁免照着日头。变啦，我伫遮休困好啊。洪小姐，我有听着风声讲，你甲恁男朋友本来是准备要伫中秋节结婚哦。你唔通误会我意思啦，我是讲有这种男朋友，在你受伤的这段时间，伊常常来病院陪伴你，我做心善你的。我是嘛变安尼，感觉有法度做善了。吴小姐，你唔通失志啦，我看会出来，林先生伊对你是真心的，只要你好好静养，甲病医养好，林先生以后一定会娶你的。兄，去某家访问人哦。嘿啊，我打电话去因公司，因公司的员工甲我讲，伊无去啦。啊，卡手机也嘛袂通啊。啊，因敢未去病院哦，看因听。哪有可能啦？这个时间吼，家访哪有可能去病院看因弟啊啦？我咧想，伊可能去中部调回哦。啊，打出山吼，文旦因为所在嘛，当海几位尔啊。啊，该联络咱嘛拢联络过啊。讲伊亲身过去，都好多调过。啊，那叫伊安讲哦，阿姨去倒位，今仔日到伊妈阿妹安公司。我咧想吼，凡说伊唔敢来啊。无可能啊！阿姨用咱因爹要照顾伊安公司，哪有可能无敢来？你想看卖咧啦！啊，咱公司即马拄到这个困难呢，啊，伊佫无才调解决啦，啊，伊哪有面子通好来啊？假使讲伊若正经甲公司办个，无爱插咱哦。安尼就足无意思啊呢！想袂到讲恁丈夫嘛会落跑哦，有落跑无落跑哦，即摆是无法度确定啦。啊，不过照这个办事看起来吼，我想是无啥乐观。准做好伊无伫咧公司啦，啊，咱三个哦嘛应该爱甲公司顾好势啊。那安尼借问一下吼，咱这位 Alan 经理啊，咱公司即摆欠费啦，啊，咱要怎处理啊？方便哪会知？哎，行，哎，较细啦，来听啦。风景小我都唔惊听。啊，你是咧看啥？佮看目睭内凹出来哦。过来啦，行。哎呦，对不住，哎，惊人是出门。这是屏东分局的刑事组呢，会去用掠来遮吼。拢不是好人啦！哎呦，啊，咱两个掠来遮，咱是不是嘛有做歹代志？嘛是歹人哟！啊，咱就是去予人误会，讲恁共偷摕背包啊，毋才去用送来这个所在。啊，问题我无偷摕人背包啊，你？问题是咱无证人通证明讲咱无共偷摕背包啊！啊，咱两个所讲的理由，警方佫认为讲做咱两个是空嘴包子啊，所以吼，伊毋才无爱放咱走。你两个在啥？猫咪通知你两个家属来交办交保。哎哎，啊交保爱给你偌济钱啊？不是现金保，是身份证保。身份证？哎，总是给你身份证，去交保保，啊，咱就当走啦，紧嘞。敢袂用讲我用我的身份证保伊，啊，伊用伊的身份证来保我？你两个拢是嫌疑犯，免互相交保，一定爱恁厝的人才能交办交保。厝的人？我这人足侪足侪，敢无看阮母啊？我这认识你，也要搭找人嘞。恁两个犯的是同一个案件，只要一张身份证通当交保。身份证？哎，有啦有啦，你假一张身份证，去叫伊来交保来。咱犯这个案件，去予人误会，这是见笑呆呢。啊，我做一个士大人，我哪敢叫阮天上人来才交保啦？搁再讲哦，这个代志若去予水底捞的人知影，啊，咱就见笑死。是安怎样？暗着紧联络你家属来办交保。组长大人啊，借问下吼，啊，阮两个人，假使讲若无人来甲阮报，阮会安怎？恁两个也无人来甲你报，伫拘留所里啊，四小时内，可能都爱移送法院啊。送法院就要去关，啊，无差，有通大有通吃，你惊啥？
恁等下若要敲电话叫人来甲恁拜的时阵，才甲阮讲。啊，今日较乖，莫有白露。是。杜文松，你有感觉有种感觉吗？面熟无？迄敢若咱做兵的时阵，咱两个斗阵去用拐子比无？无同啦，未见效，搁痛加呢。这是分局的拘留所呢。咱若是无叫人来交保吼，稍等下警察官搁准备甲人送法院啦。会想错袂啊？啊，你本来迄头毛是安尼散夹夹，我要来整理，你无爱化整理，啊，若当时变遐整齐，啊，就专工要去甲你祖孙啊回信的啊，啊，头毛安尼散夹夹，敢袂看口会晓咯？啊，我着吼，你嘴啊，啊，你着不，啊，用迄吹风机吼，啊，甲吹大吼，你看拢有味咧，无礼貌。无礼貌是你啦！啊，警察大人就叫你，啊，我讲叫人来交保，啊，你啥物敲电话来？我即摆还搁伫咧考虑啦，这算见笑呆啦，看到底是要叫阮天上来报，还是要叫阮的客心不坏应该来报？凊彩啦，只要有人来报就好啊，啊，无敢讲因两个无身份证要来。唉，拢嘛厉害的啦，啊，共捡到皮包也无爱交予迄护士啦，啊，互人甲咱误会讲咱是贼啦，我拢捡伊砍落的啦。阿姨。我一日完全就看到皮包，我就捡起，你就来，我就交予你啊！啊，人就看你是贼啊，人是看你呢，你是贼啊呢！啊，我是叫你砍落，你听无你呢？我会叫你害死啦！啊！恁两个真吵呢，啊，无看阮两个在休困了啦！啊，无你是陪你上位哦？歹势啦！我都唔知影讲恁伫遐咧休困，啊，讲话有较大声，甲恁吵着，是咧吼。你敢若对阮真不满哦？啊？无满咯，你还佫讲无？拄则伫外口，你就一直甲我生呢，啊，怎啊伫个内底，你嘛是同款，一直甲我生呢？我是真够你冤枉。无啦，我是看你汗臭好啦，啊，大贤啦，啊，汗臭好，即人看起是袂瘾。点较无望啦，卖呛赌啦。歹势吼，我唔知讲恁两个兄弟在遮啦。啊，是的，吼，歹势。当恁两个老阿是犯啥物案件杀入来？哦，那讲到阮安尼案件吼，讲大无大啦，啊，讲细无细啦。因为阮这个老大的吼，啊，都传家世头啊啦，出去跟人呛赌，啊，准备要跟人吃饼，唔只去用藏入来遮。好笑，你这乱讲啥嘞？我咧讲，阮做贼啦！对啊，对，恁两个食到这老，搁做贼啦？啊，无你是金光党的哦？金光党是啥物件？我讲听过国民党尔。诶，金光党是新的政党呢？别胡白讲话啦！阮无啦，阮无去人拐钱，阮毋是金光党的。吼，好啊啦，莫搁伫遐拍拉凉啦！恁爸吼，即世人上气的就是金光党啦。阮母啊吼，甲阮阿妈拢捌去互金光党骗过啦。恁爸即摆若听到金光党吼，就一定掠狂起来啦！阮讲实在哦，阮从来阮唔捌去人骗过钱，阮绝对百面唔是金光党诶。莫阁假啦，阮拄则嘛是甲警察讲，阮无甲人冤家相拍，啊伊嘛是唔相信啊，会用掠你甲遮吼，拢一定有做唔着代志啦。啊你嘛莫阁假啦，重点是你到底有甲冤家相拍无啊？你若是有哦，互怪就应该咧。好啦，错过啊，点点啦，啊就有伊啊，做唔着代志就互怪啊。你是好啊，袂啊？啊！你是凭啥物教死阮啊？好啊啦，莫甲伊讲啊多啦。我看这两个老伙仔哦，伫外口应该共骗袂少钱啊。咱今日吼，若无好我甲教死哦，要怎样个？你讲了无唔对啦，咱吼一定爱替遐善良无辜的老百姓哦，出一口气啦。歹势，阮从来绝对唔捌骗人个吼。恁相信阮的话，歹势啦吼。行啦，阮只是讲皮包摕来，啊，就叫管理来你咧。臭皮啊！我都跟你讲，点点较无望，莫阁讲落去啊啦！啊，就有影啊！迄皮包我等好你啊！你唔知要等好我要创啊！你就等闲人，啊，拢无代志啊！我会去让你害死啦！好啦，莫遐啰嗦啦，先听甲我讲啊！等下，大人啊！大人啊！我要跟你讲，阮家的电话号码啦，我要叫阮厝的人来甲交保啦，吼！收啊！啊，这油啊，来遮甜，哦，好食，好赞。够食啊！啊，这收油啊是够，满意阮家，互阮爸呢。
你若规手共冒来啦！先生啊，歹势哦，剩这粒尔。我会冒这箱来哦，想试一下看卖，看这箱有哦有好食，有甜无？若有甜哦，才顶外有厨师甲电话嘛，我要敲电话订的。啥物哦？赞甜哦好。还是怪你啦！之前我伫农产品公司上班的时阵吼，我含遐果农有指接过啦。好，啊，算起来我有熟啊。你若爱食吼，我替你订。天生免，那我一换贴袂着，婚姻关了。我最近来休息时喏，就找你换贴佚佗。我咧换贴后，即摆因后生有参加94年度迄个咩全运会运动会哦。啊，我听讲哦，即摆举办作些活动，唔是安尼哦，同特别的就是哦，伊要农产品展览。高青啊，你若要看运动会，要看展览哦，这算起来有意义的活动。这我准假，予你去遐佚佗。哦，你讲的哦，袂当后悔哦。袂啦，我哪会后悔？赞。是讲时间哦，你若阮爸妈吼，迄狗无伫台哦。你加讲。有出来在场你好，我就是啦。啥？啊那安尼，我水过。等等，是啥物代志啦？你若这么激动，电话尔紧张啦，啊电话当是送卡啦？屏东分局卡来啦。啊，屏东分局卡啦，啊卡要创啥啦？啊，着阮爸甲初辈接来啦，去往拘留起来，叫我去甲因报转来啦。那安尼，哦，伊嘛较大啦咧，啊是无食饭药啦。啊！我较早捌中风过，生前较无手骨力个啊。何医生，我看你年岁嘛有哦，迄老头奶才饱。这着真正是我的臭屁！我咧讲哦，阮老的叫做牛师傅，哦，伊是中医堂个老师傅哦，伊自少年时就教我功夫啊，我老头才有饱，我咧讲。啊，对啦，啊，你讲等下有人要来甲恁办交保，啊是谁哈？啊，就伊客囝。何医生啊！啊，等一下，敢会当麻烦恁客囝先煞甲阮报出去啊？警察有讲啦，阮囝若是来，敢若会当报阮两个老的尔啦，袂用个报别人啦。啊，你咧凊彩讲讲的，阮两个吼，行警察局袂输咧行走脚的呢，啊，不时嘛咧用报，有当时啊吼，一张身份证吼，会当报咧过来的呢。哟，啊，都阮说，啊，若敢若报咱两个哦，啊，甲报几落十个哦，迄共款意思啦，啊，就一撮讲尔，啊，无你想要你只共掠伊掠到死呢啊？伫这个所在，我拜托你吼，尽量较掂的，较无妨啦。搁再讲哦，因两个犯的是啥物案件？因是跟人冤家相拍呢，共拍到受伤，迄算伤害罪，迄是公诉了。嘿，当交保啦，但阮这也毋是咧外严重的罪啊。啊，搁再讲，因也是送阮入去食免治饭，啊是加了国家的钱的嘛。哎，有影哦，迄免治饭哦，拢是迄白色纳的税金呢。放心，我等下哦，一定叫伊客家哦，甲你交保。何里桑，你讲的搞，我做会到。放心啦，既然出来到唔佚佗，上重要就爱讲话、算话、照片照镜啦。啊，若阮两个真正是重情重义、重情义的好男儿，放心，等下一定替你交保。爸，怎么这啊？客家来，客家来，来。爸，这个啊，交保的手续我已经办好啊啦，会用出来啊啦。你会使出来啊啦，等下用出去外口登记一下，就使走。多谢你哦。你都是我，你莫急急，你急急急。何里桑，啊，阮的代志你也袂记啊，许啦。啊，哎呦，爸，是甚物代志啊？我问恁初辈这个，刚答应讲吼，你若来的时阵吼，要叫你先煞甲因报出来啦。就有影安尼啊，对无？啊，爸要做一撮安尼，甲补补的啊，无感觉要认家，还佫走一撮哦。啊，是讲我甲因两个无熟啊啦。哎呦，啊，你着甲交补出去，啊，咱佮哪开讲着熟啊，对无？啊，考虑啥？紧去补补的咧。哦，这么济吼，啊，我要先煞替因两个交补，毋知会用一袂？因两个袂知啦，比如倒啊袂做，是要安怎交补？这个。你有听到吼？因两个袂用交保一啦。这两兄弟啊，歹势啦！啊，头拄仔警察大人伫咧讲的话，恁有听的啦吼？并毋是阮后生无爱甲恁报的哦，吼，是咧。哦，
这个，这个，这个，兄弟，放心啦，做笔录哦，那边偌济时间啦，哦，较慢哦，我著叫伊去叫，来甲你交保。何里桑，哇，你做人实在真好呢，佫肯甲阮斗三工呢。三拜兄弟啊，亲像人来讲的，在家靠爸母，出外靠朋友，即嘛朋友有难呢，做兄弟也无跳出来，阿伯咧社会命到徛起的。何里桑，有气魄，啊，毋知叫什么大名哦。我叫王志勇，人叫我曹培勇。曹培在哦，哦，阮两个若出去吼，你以后一定爱来找阮。若拄着什么代志吼，阮两个一定甲你处理甲足舒适的。水，感谢。袂啊。爸。啊，恁家即摆无偌久，阮曹培姐安来甲因两个感情跋这么深啦？恁曹培姐啊，目前的状况你也毋是毋知影，佫无讲伊吼本来就是一个烂好人。曹培啊。啊，是要来走袂？夭寿，又搁到这上悲伤要离别的时阵咯。兄弟，保重。错袂大，你嘛保重嘞。可怜啊，本来伫个分局的拘留所伫演迄个三撇英台，嗯。兄弟啊，歹势呢，拢是我一时无注意哦，才有分台的会哦，减遐少。这边要怪你啦，今年的风太多，果农的收成本来就较无好啊，一声要应付遐尼侪数量，一定有困难。他该调我拢调，嘛是同款调无回啦。他这两天啊，客户一直打电话来催啦，我真正唔知要安怎应付啦。嘉豪。有一个办法，你用试看卖。什么办法？用别项水果代替分担，保护客户。要唔过，咱保护客户的水果品质一定要上好的，千万唔通让客户吃亏。我相信，若豆豆啊甲因讲，因一定会同意。听你安尼讲，也是真有理啦。是讲安尼做的费用会较悬，要唔过所有成本拢爱咱公司来负责。先渡过这个难关，再搁讲。好，我会照你的意思去做。若是搁有问题，你再甲我讲，我再搁想办法。我知影，是讲杨弟啊，在做生意哦，也是你较内行啦。拄到困难哦，马上就有想到办法哦，通解决这个问题。我相信讲哦，你这个方法，客户应该会用得接受啦。